那么接下来这个游戏特别的好玩啊，两边的团队，这边是 A， 这边是 B， 我们待会儿这样，我告诉你一个题目，我让你看，哎，写的是什么？你看明白了，要用你的肢体语言告诉他，他再传给后面，意思传过去，在他看的时候你们不能看，哦，转过去，好。就我们能看吗？你们也不能看。OK。仔细看，滴滴哦。变形金刚，他猜是变形金刚，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什么。哦，还真是。耶，好题了，来，我们要问问这边队伍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四个人转过去，郭麒麟。哎，演一个这个是。射大雕，对不对？有这，我在射雕哦，雕在天上哦，我看懂了。啊！超级赛亚人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赛亚人。哎呀，别费这劲了，来吧，我告诉你们吧，蓝精灵。败笔都在节目身上，我跟你说，不是蓝精灵跟这有什么关系？蓝精灵怎么还射雕哦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这船呢？我觉得从小四十往后就开始乱。我以为是阿凡达，我以为是阿凡达，所以有阿凡达的钱，不行，他从烟雾里走。没有，你是嘎嘎嘎，我看到没有歧视的。来来来，又到你们了，请转过去。好，来吧。雕在天上啊，还可以做什么？最后一个很危险，就是每次都毁在最后一个。哦，阿凡达，恭喜你，不算阿凡达，不算，不算，不算，这个得利于我们的提示。还有一道题，好，来吧，儿子，这个难大发了，这盯十个阿凡达。
道你的准错。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没超分，六个字，六个字咋没了？我上哪儿猜去？六个字电影，六个字电影，你，我错了行不行？没有，不行，这是惩罚我。孙老师，要不你来一个我看，我相信你，六个字好。两个字，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两个人开车，二人，机器人，机器人，变形金刚，超级变形金刚，超级变形金刚，六个字，行，正好六个。认输，说我们认输。没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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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认输了。铁胆火车侠，机器人总动员，哎，两个主角跟我变形金刚很接近哦。拉倒吧那块啊，咱们要点脸。来，我宣布，在这一轮比赛之后，你们获胜。谢谢谢谢谢谢。